是没有感谢了。是不是觉得跟我们同学很开心呀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然后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、啊，三斤。你好大，没有，因为你往后往前了。来说，哥，他现在心里是很慌张，帮我们发了，看我们录了那么多视频还有照片，万一发了呢？你说啊，你说话呀，以后，好敷衍不走心，以后在你的婚礼会播把这段播出来的，然后他马上离婚了，他的。老婆在婚礼上炸了！你骗我！跟男生一起吃的呢。白鱼，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三斤扔下去，然后看一下水花。好，想想就开心。你的感想有点长，对不起。来到你，好冷开心啊！好冷开心啊！我没反应过来吗？好，到我的马大小姐的额头，然后到这里。妹妹没来，好伤心。没有，好烦呀！我们能一起出来玩一次，真的太不容易了，对吧？太不容易。然后到我在镜头的后面，听到我的声音就好。不要。你故意的。有没有觉得我特别绿？嗯。快说。我是绿草原。没有，没事。